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海内外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我是 Kelly。 好，我们今天要来聊的呢是，其实走在路上，从一男一女他们的互动当中，你可以去判断他们到底是情人还是夫妻吗？例如说我刚刚一开始就应该要这样，那就是情人，或者是手牵手这样子，就原则上结了婚之后就大概就这样就行了，或者是呢这个大概离三步距离就知道他们是夫妻，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呢其实从距离或说从肢体动作上面是不是就可以略知端倪，但有的不一定哦，有的可能夫妻他虽然结婚了几十年，他仍然是手跟牵条条，我并没有握紧他哦，我没有，这不是重点。今天要聊的重点是为什么啊？我们今天讲到说最近流行一个字啊，很闪啊，很多婚后啊多年的夫妻，他们仍然是依旧是比这个在婚前谈恋爱的时候还要更让人觉得很闪。好羡慕哦，这种夫妻秘诀到底在哪里？对，我一定要学，就是以后主持大家都看我这样，或无尾熊的，可以了。好，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要来聊这个话题，也欢迎今天的四位来宾。首先来欢迎的就是先生代表陈永康，欢迎。好，接下来是家庭婚姻辅导专家黄国伦牧师，欢迎。欢迎国伦牧师。再来是太太的代表杨雨妮，欢迎。欢迎。同样的，也来欢迎的是家庭婚姻辅导专家洪英正老师，欢迎。洪老师。是，想不想婚后比婚前更闪？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许多夫妻还是情侣的时候，往往一个小动作、一个眼神、一张纸条、一个 LINE 就可以让人天雷勾动地火，一发不可收拾。可是，一结婚没多久，不管发生再大的事，当初那种小鹿乱撞的感觉完全没了。有人说，这是因为有了小孩，因为要工作。但其实，有人可以浪漫数十年，也有很多人临老还落花丛。可见，无论多忙多累，人都是需要爱的，但为何不能发生在另一半身上呢？这个问题很有趣，我们一起来想一想啊。好，首先先问一下四位，因为都已经是已婚族啊，先想一想自己在进入婚姻这么多年之后，目前在婚后仍然，你觉得是比在婚前你们是情侣还要闪的，请举圈；没有的，当然就举叉。好，三秒钟，请考虑。婚后比婚前更甜蜜吗？就是现在比较甜蜜的，是圈。甜蜜。现在比较甜蜜，婚后现在到底要不要讲实话？当然是讲实话。考虑太久了。当然要讲实话，我们真的太嫉妒我。是，只有 Sam 是举一半，是解释一下。还需要解释吗？因为一半，我们在婚前是甜蜜到耳烂。嗯，那婚后呢？我们是甜蜜的，很朴实，朴实哦。什么叫耳烂？耳烂就真的就是婚前，婚前我觉得是甜蜜，是生理上的甜蜜，婚后是心理上的甜蜜。婚前的话就喜欢抱在一起啊，每天依偎在一块啊，这样子互相依偎的感觉。但婚后的甜蜜呢，好比说我们前几天去跑步，我打个电话，哎，我明天要什么东西要帮我买一下，我要吃的巧克力啊，什么东西帮我补充热量，我要什么牌子，让我念很久。他就马上用 LINE 给我一个照片，这个嘛，这个嘛，都已经买好了。哦，哎呀，不用多说，全部一个眼神就已经全部买好了。这是另外一种甜蜜，所以层次很务实的甜蜜了。对，就是从肉体走向心灵。但也不是说没有肉体，对，从生理走向心理的。现在是处在一个升华阶段。OK， 对，那来问一下。太太代表雨妮，对，我觉得也是这样啦，就是以前可能觉得甜蜜，以前的甜蜜真的只是老公的甜言蜜语，或者是故意就是身体上的嘛。可是现在的甜蜜真的更多了，那一种觉得我们两个是家人，我们更紧密。譬如说我现在开始走上职场，开始工作，那在之前我老公在工作，我在家里，所以大部分的家事照顾小孩那些细节都是我在顾。可是现在开始我也走上职场之后，就发现自然而然我老公开始体谅我的生活了。譬如说我早上要去练瑜伽，然后我老公起来他就会主动去送小孩，然后他礼拜一休假，那礼拜一小朋友要带便当嘛，通常我头一天晚上会把便当煮好让
小孩带去，但是我老公就说，那礼拜一我休假，我不要让他带蒸过的便当，我礼拜一中午就帮他去买新鲜的便当，热热的送去给他吃。我就觉得，哎，他有那种照顾家里的那种心。然后或者是我有时候工作到晚上十点回家，那我回家之后十点太晚了，我不能再吃什么了，那你就会发现回家的时候，如果我老公已经回家了，他就会切好水果给我吃。我就会觉得这种甜蜜已经不是那种随便的三言两语可以表达，你会发现他真的是爱家爱我的心。那你们现在跟之前比较起来，现在牵手有比以前还要多吗？还是哎，中间就是夹一双小手啊，升华了，升华。对，就是偶尔会偷偷牵。如果没有小孩在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有小孩在的时候，也有那种偷情的感觉。那因为我儿子他很会吃醋，他很会吃我跟爸爸很亲密的。他喜欢夹在你们中间。然后我们就很会，就是趁小孩没看到，我们就去牵手。你知道那种比没有阻拦来偷亲的那种偷牵的那种感觉更好，你知道？哎，趁小孩没看到，我们赶快牵一下。然后小孩就爸爸妈妈，你们要抱我，你知道那种感觉其实是很甜蜜的。不一样，因为雨妮是七年级的妈妈，是，所以你看不一样的感受。另外两位，那个先问一下洪老师好了，您刚刚也是举圈呀，我非常同意刚刚那个雨妮讲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夫妻他都会有一个那个。震荡起伏了，对，就是说其实确实婚后会有一段时间，因为比如说忙于一些事业的发展啊，或者是孩子的到来啊，重心不一样。对，我觉得夫妻两个人的那个你刚刚讲说那个放闪的那个机会啊，或者放闪的程度真的是会有一点褪色了。是，对。但是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呢除了爱情之外，另外一种元素就慢慢增加。那就是刚刚讲的像伙伴啊，像家人啊，像朋友啊，哈，那种亲情的成分就升上来。那我现在因为也是满潮嘛，也接近开始有这种所谓的空巢了。因为孩子要。哇，我刚听成是满月是大潮，对啊，我以为老师这么开放，他又要准备从心理走向生理了，对对对，因为满潮回来了，对。可是我们的定义放闪的意思，就是在众人面前你一直闪，还是像情人那样子的这种互动。所以我就说，现在因为孩子慢慢大了哈，我们的时间比较多了，那开始就是真的已经没有小手在中间干扰了，只有两只老手，对啊，那我就发现我们现在譬如说一起去教会啊。我们一起做一些这个共同的活动的时候，哎，反正牵手的机会很多所以这个确实哈，我们有很多那个照片，学生是蛮嫉妒的，真的。老师，你们也会自己夫妻自拍之类的吗？我钱老师会，我不会。那这个好放闪哦。对啊，洪老师有情趣，还会牵手。像我去参加我自己的老师跟师长他们家庭聚餐。这个师长就把手伸出来，我们的那个我老师是女生，她就很自然把手就伸出地上去给了，结果师长回头，干嘛啦？跟要报纸。好糗哦，很多学生在，你知道吗？那手爬上去，撞起来被碰撞了。原来不是要去牵他这样子。哇塞，牧师您呢？我觉得是我们婚前的时候蛮甜蜜的哈。但是那种比较是无知的甜蜜啊，那我们婚后比较算是亲密吧，就是他是你真的是经历过各式各样大风大浪啊，什么空巢啦、满巢啊，什么都一样哈，就说你现在真的是我们现在牵手的时候，或者是真的是拥抱的时候呢，不是因为只是在谈恋爱，而是真的是因为彼此的认识，而且关系更深到一个地步。你现在在拥抱、在牵手的时候，我认为是你真正的认识对方，无论他的优点、他的缺点，而你还是很喜欢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那种感觉，跟你以前年轻的时候不知道，只是这个男女朋友去约会，那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境界。我的看法是这样，对，不一样的境界。我听到这边，我觉得电视前的观众会不会很多人已经开始在 complain 说，哦，那种领都是你们啊，你们都那么幸福，因为真的很多在婚姻当中多年的，他们会觉得他的老公或是他的太太，已经不像之前在婚前哦那种。情侣般的那种甜蜜，我觉得会，因为像我跟我老公以前真的很甜蜜，我们睡觉都要牵手，然后去哪里都黏在一起。可是因为后来中间有了一个小生命，我儿子诞生之后，真的你会瞬间觉得你跟他黏在一起的时间少了一大半，因为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去照顾小孩。后来发现其实刚开始你会觉得沮丧，我都没有办法跟我老公单独相处，可是久了你会习惯。
那很多夫妻可能就因为有了新的小生命之后，他习惯两个不偷偷的去在一起，所以久而久之那个感觉会越来越疏远。那阿健老师会不会把你儿子当成他情敌？是你儿子，我们互相有没有？我们互相视彼此为情敌。你也会把你儿子当成？没有，因为我们都很爱儿子嘛。那就是小孩子小的时候，可能就是重心全部都放在小孩子身上。可是后来我觉得久了之后，我觉得这样不对，因为虽然他很幼小，我们需要去照顾他，但是未来毕竟小孩子20岁以后，那这20年之后要走的路，还是应该是我跟我老公继续走下去。所以大概在小孩大一点去上幼稚园之后，我们就会偷偷的找时间去约会，就趁白天如果两个人都没有工作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培养出情侣的那种感觉，就偷偷去看电影啊，也不用偷偷啦，就是去对干嘛偷偷啊，就已经是夫妻了还偷偷去看电影干嘛，就是约去看电影啊，然后不能让儿子知道啊。对，不过你们聊到说这个感觉放闪的程度会不会越来越褪色，就跟情侣时期比较起来，你觉得？我真的跟所有的这个人夫人妻呼吁一下，不要怪你另外一半。这是我们人类本来人体的构造就是如此。我特别提出一个佐证，构造呢，而且是所有人基本上都一样。因为我们在婚前那段时间恋爱的过程当中，本来就是昏了头。这是人类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一个研究数据，说当人陷入爱河的时候，大脑某一些区域会变得特别活跃，但是跟判断力最有关系的颚叶皮质区停止活动。所以经过实验之后呢，受试者看到喜欢或崇拜喜爱的人呢，会比较忽略掉他批判跟怀疑的一些念头，就爱上去了。对，就是有判断能力那个区域关掉。没错，就是被爱冲昏了头嘛。就是这就很简单一句话就讲，所以在婚前他会觉得说，情人眼里出西施，婚后就是我瞎了才会嫁给你。基本上这话是这样来的。可是Sam， 我觉得你没有被冲昏头，哎，你婚后还是一样很节俭。对，我这边皮比较厚一点，所以他当时并没有关起来。你对佩珊。对不对？佩珊也是高哦，还没讲完，这个还补充啊。他说为什么当时呢会在婚前会那个区域会关闭？为什么？最主要人体的构造是因为让你失去判断力之后，可以比较有更大的机会繁衍后代，就是闭嘴已经就去爱上，所以是为了要繁衍后代的需要，增加成功率。对对对，从情侣到现在，你都一直跟佩珊之间有维持的，到现在，比如说很亲密的这种举动，我们到现在放闪还是一直还蛮。就是婚前该做的，我们婚后继续做。废话，谁不做？谁敢不做啊？该牵手的，该拥抱，我们是蛮自然的，而且我们不会，我们不会在小孩子面前在的时候，我们会躲起来，不会。我们会在小朋友面前拉鸡的。我跟你讲，我会在小朋友面前跟太太拉鸡的。我们也会啦。我跟你讲，什么叫放闪？我跟我老公在。结婚前、结婚后没有小孩，我们就是他送我去什么地方，我们要分开之前一定会 kiss goodbye，不管在外面还是在家里。kiss goodbye 可以理解，垃圾不能理解。可是也还好吧。解释一下。可以解释一下，我觉得 kiss 跟垃圾是不同程度的。可是情不自禁拉上去，我怎么知道？就还蛮自然的啊。哦，真的哈、哦。除非是刚吃完饭，要不然都还可以牵手。又有画面了哈，就不太舒服。可是就生理上面来说了哈，就是说，你在谈恋爱的时候跟在结婚以后，其实那个心动的那种感觉，好像。是会递减的。其实我觉得那个婚后的那个放闪哈，很多种形式了，对不对？比如说像婚前可能就是出双入对嘛，对不对？你们刚刚讲是说 kiss goodbye 嘛哈，或者是那个更进化的垃圾嘛哈，那个是一回事。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婚前的时候，譬如说 carry 到哪里，就可以看到何容，对不对？你在哪里？如影随形那种。对啊，如影随形啊。那很多人婚后慢慢这一个如影随形就慢慢就消失了，渐行渐远、啊。对，就好像只看到，譬如说，怎么只有太太来，或者只有先生来啊？我觉得以我们来讲，我觉得这一块就是我们很具象的啊。也许不是像刚刚我们永康他们那种表达方式，对不对？但是我常常譬如说，钱老师他要到一个地方去演讲的时候，就会看到洪老师送他来。我觉得也是一种放闪啊，对不对？人家也是觉得很好啊。
那我们是还有一个还不错的一个这个我不知道啦哈、啊，这个稍微也有一点点让那个永康兄会觉得说，哎，我们也可以跟他相提并论哦，啊，可以批敌，不敢，像什么？哎，现在是满潮，我怎么敢跟你比？对啊，老师现在，老师你要举什么例子？啊，就是说我觉得在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很，就是刚才讲的那几个互动，对不对？你看，这就是不一样。你知道温文儒雅的洪老师一直难以启齿，到底是怎么了？没有，对，怎么了？我们还是有一个这个，譬如说拥抱啊，是对不对？然后呢？Kiss， 他唱轻轻的，你亲这里啊？对啊，轻轻的一个吻哈，比那个喇叭哈更隽永，对不对？哎呀，有 PK， 我觉得我今天有把洪老师解放的感觉，真的有 PK 哦。他今天我觉得好奔放哦。哎，而且我突然想到有一个是婚前，其实很多情侣会穿那种情侣装，对对对。婚后还会吗？你们婚后都会穿，比如同样的花？我跟你讲，情侣装这件事情，我妈妈。你妈妈跟你一起穿是不是？没有，我妈妈跟她最近就去年新婚的先生，两、个人每天现在所到之处一定是情侣装，所以他们这个区不是只有色系还没关起来，不是只有色系，它是整个一模一样样式一样的、哦，所以情侣装不是二三十岁人的年纪的专利，他们现在六十多岁还在照样穿情侣装，哇，对，牧师有穿吗？有，有，不是穿那个应该是我们教会制服吧。所以那个淫秽的制服那就是一样啦，不是、啊、那个不算啦。我说其实特别的情侣，特别的一些有啊。那时候他把我们全家都要穿米老鼠，全家都要穿米老鼠。对啊，不过真的比不上洪老师。他的是喇叭，然后这是 kiss goodbye， 然后洪老师是隽永的吻，然后哪个呢？我们就。可能拥抱吧，牵牵手这样子啊、大概就到这个地步了吧，这个地步。那师母有没有曾经跟你说，她觉得当你的情人比当你的老婆要浪漫一点？有哎、欸，有哎、欸，我记得我们在那个，因为我们结婚23年嘛，那蛮长的一个时间。那曾经大概在十几年前吧，有一次啊，那时候因为我发现我们夫妻比较会吵架的是我们在放假的时候，我们度假的时候比较会吵架，因为普通的时候都太忙碌了。那有一次我们真的是吵得很严重，他就跟我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发现了，就是他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父亲，然后在家里面呢就是负责任，做所有的一切，是一个好男人，但他不认为我是一个好情人。那我很震惊哎，我一直觉得说我非常非常的努力为这个家来付出，我就是跟他讲我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他就说那不是为了，就这不是我们两个人的事。他有没有跟你讲说他对于好情人的定义是什么？当然了，他们永远不会告诉你这件事情的。那你可以问吗？不是，我觉得差是差在，譬如说像我们谈恋爱，或者是他追我的时候啊，然后他就会想出很多花样，就比如说要去哪里玩，他就会突然说我们去爬山，因为他要展现他的体力。比如说他送我回家，那个时候还没有关起来。对，不是在那个时候，他是开启的，很想要表现他思绪正确的判断。对，对，他那边给用，对，他就会想很多的花招，譬如说他送我回家，南京很冷嘛，然后他就走一走之后，他就说我的外套给你穿，因为他怕我冷。然后我就说真的很冷哎，那你的外套给我穿，你怎么办？然后他就走到一个类似公园的地方，他就突然趴下来，然后我说你在干嘛？他就当下做了100个伏地挺身，然后就是哇，这招。很有趣啊、这样的动作代表什么意思？你就会觉得很有趣，就是哇，这个人好有趣哦，他随时就可以运动给你看，他其实是表现他的体力。然后呢，我刚到台湾来的时候，我就想说你要带我去哪里玩，他就带我去动物园，因为动物园就可以这样走一整天，手牵手嘛。我以为他去打老虎给你看嘞。就这样，可是你知道婚后久了之后，有时候礼拜六、礼拜天就现在还有这种有趣的动作吗？就没有啊，你就说那我们出去晃一晃好了，他就说去给我冷气的地方哦。对啊，怎么差这么多？对，然后我就说，那我要去那种庭院式的那种咖啡厅，在外面喝咖啡，庭院式看花看草，然后他就会说热死了，在家泡一杯咖啡喝就好啦。对，你就会觉得那种以前那种你要表现那个英勇那种。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为什么婚后那种 feel 就不见了？对，有没有？这让我想起来，有一次在教会，国文牧师就有讲过，他说同样是等待，婚前婚后差很多。热恋期的时候，哇，等好久，女朋友都还没有来，就觉得心花怒放，一直等一等，怎么样等都没关系。婚后就有差，对不对？对啊。所以那个可以等30分钟以上，现在30秒也等不下去了，就觉得对方慢，但是那个 feel 为什么会改变？等一下休息回来，我们继续聊。好。
好，在婚后为什么常常会听到另一半抱怨那个 feel 不见了哈？这个情侣之间跟夫妻到底有哪些不同的地方？为什么会产生了变化？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情侣跟夫妻的三大不同。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就是幸福的有感度不同。是。透过下面这个影片，我们来看看到底为什么是因为有感度的关系。老公，我们明天结婚三周年，我们要不要去哪里走走，好不好？哎呦，都结婚三周年了，还来这一套？好啦好啦，要去哪里你说吧。我想要去百货公司，你知道现在少数女装在打折，我好久没有买新衣服了。少数女装，立马看拜托哎，你去大尺码那一层还比较恰当吧？哎，你怎么这样啊？以前我说去哪里你都很高兴，才结婚三年你就变成这个样子。嘿，三年很长嘞，专家说蜜月期只有八个月。只有八个月。这个其实点出来就是，婚前婚后很大的不同是，婚前就算是为了对方哎做什么，就像你刚刚讲的，散步散很远，对啊，他一样陪。对，可是他现在叫他去楼下帮我买个东西，他说：“哎呦，你刚刚回来怎么不带回来？”对啊。所以这个状况其实，在你们家发生过，就是说你要叫他陪你去哪里，婚前是 OK 的，但是婚后就觉得懒得去，会这样吗？以前就是你要。以前的就是觉得，哎，你说，譬如说以前我在南京嘛，他以前为了要去看我，他就三个月请一次假，然后大概花五天的时间飞去南京，然后就这么甜蜜的过五天，他再飞回来，不惜血本。可是现在如果有什么事，譬如说我让他陪我来录影，有的时候录影要夫妻嘛，我让他来陪我录影，还有钱赚哦，我就说那你的工作可不可以请一下假，你陪我录影？他现在说。不行，我的工作比较重要。然后我就觉得，你看你那时候五天的假都可以请，可是现在就，而且那种明显他对口头上的赞美，可能会就像刚才讲说啊，我的少数女装什么那种，以前他可能就会觉得哇，我觉得我在南京的街头从来都没有看到一个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子，我觉得应该是南京最漂亮的女孩子就被我把到了，会讲那种。可是现在我都跟他讲，我说你看我瘦了，你有没有发现我最近变瘦？他就会说，台北的女生瘦的蛮多的。哎，不是。他就会说还好吧，我都五十了，我身材还不是那么好，就是会把那个话题转到他自己身上。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男人在婚前也就不要那么的嘴巴太甜，因为你婚后 follow 不上，就没那落差太大。对啊，像我婚前就没有讲过佩珊是漂亮女生，所以到婚后我也没讲她漂亮，就 OK。觉得有帮助吗？我觉得是佩珊姐的那边婚前真的关很紧，才嫁给你。刚才那个其实有点，我们有其他表达的方式嘛，但是不要在言语上面、词汇上面可以看绕住把柄，可以这样讲。我跟你讲，以前我老公在跟我谈恋爱的时候，他从台湾打电话到大陆，那时候还没有 Skype 这种东西，他就是那种电话打，然后每个月的。最高的记录就一个月的电话费30000块，真的，他都买电话卡给我打。可是你知道现在哦，有的时候现在不是手机对手机是免费吗？我有的时候偶尔用家里的电话拨他，就是想说太情急，我手机可能没电什么，我就用家里的电话打给他。打给他一看到是家里的电话号码，他就接起来就说：“你不知道吗？用家里的电话打手机很贵吗？”对对对，浪费钱。所以我在婚前跟佩珊通电话最长30秒就挂掉。对，婚后我们也不太讲电话，讲电话黑的。讲电话以前情侣的时候说你先挂，不你先挂，为什么我等你睡着了再挂？婚前婚后会有这种变化？婚后的话就是婚后就是有时候生气的你先挂，他那个挂的意思说你先挂挂，挂挂看，我就切了。对，最主要是因为习惯了嘛。对，就是说很多东西都没有新鲜感的。对对，所以譬如说第一次牵手，当然那是特别的感觉嘛。那你天天牵，当然久而久之，对不对？要什么时候又有感觉？对，就是手有变化的时候，对，可能就会开始又有一点新鲜感。不然就像人家说那个顺口溜，不是说就是说摸到老婆的手，好像左手摸右手，一点感觉都没有。对对对，有听过。八个月之后就会这样吗？因为很多每个人感觉因人而异。哎，所以我就觉得说哈，就是说要有感的话，就是说哎，我们要自己也要成长。哎，我们有一些，可是要如何维持老夫老妻的新鲜感？就所以就是说，老夫老妻也不是停止在那一个婚前到婚后那个点上， yeah. 而是要不断的自我成长、自我改变。Yeah. 对，牧师结婚也超过20年了，对，23。那你要怎么维持那个婚姻的新鲜度呢？我觉得
不用特别去维持、啊嗯、我觉得不是要回到以前，我觉得是夫妻是可以成长的，嗯，就说你越多的相处，越多的认识啊，我觉得一直想说啊，我要回到以前那个样子，我觉得是不切实际的，嗯，但是我从来不想说哦，我们以前这样子，我们现在回到，而是说，哎，我们是因着彼此更多的一个认识，而且在经历过各式各样的挑战的时候，哎，我们还可以走过来，我觉得那个感情的那种增加，那种的成长是很不同的。所以我是觉得是说，其实呢，夫妻可以越来越好的，越来越好。他的方式不一定是一样，但是他可以过得很好的。就说，但是还是可以用一些方法，比如说像牧师，听说你都会常三不五时约师母去喝咖啡啊，师母在餐厅啊吃饭啊，对不对？那有时候不是只是约会，有时候就是正在家里面，就是我们真的是可以一直聊天的。有时候都聊到啊，这太晚了，我们隔天还要上班，非常累的。可是就说，我们会很享受在彼此的在谈天啊，在谈心理的事情啊、嗯、彼此的对谈，我觉得那个是非常重要。那个就是回到我之前讲的，就他觉得说，哎，你不是一个好情人。我很久之后我才明白他的意思是说，他非常的感谢我为家里为孩子做这一切、嗯、但是他仍旧很希望有一个是专门只是单独对他做的事情、嗯、不是因为啊这是我们的家所以我做，因为这是我们的孩子我做、嗯，而是不是可以就说只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世界，那我可不可以就是单独为他做一些事，就是一些精心时刻或是精心的安排，就说我们照顾孩子是很好，照顾整个家非常重要，那可能就说只是两个人的世界也需要去经营。我觉得这是所有人妻的心声吧。我这个以前我不会懂的，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国文牧师也不用太难过，你太太至少还给你一个好爸爸的一个评价，对不对？所以他有时候给我的评价叫做蛮好的帮佣，对吧？我也是做很多的家事，也蛮好的帮佣这样。他笑那么大声，是因为他在家里面也常叫我。哎、欸，我怎么觉得女记者出身的用词都很像？阿健老师有特别会设计或是安排？我觉得其实我很能体会那种，其实我老公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爸爸，非常好的丈夫。对，他就是他的收入全部都奉献给家里，就是我们家所有的房贷、小孩的学费那种细节都是他的费用。可是他把家里照顾得很好，可是有的时候，譬如说有一次好了，我小孩子去宜兰户外教学、嗯、然后他要去三天，那他去的那一天晚上我就觉得，哎，那我们两个人可以去约会一下、嗯嗯、然后我就很想就想说，哎，我们两个约会那可以去吃好一点的餐厅，可是我老公就说，哎，小孩不在，我们要去吃什么？小孩不在，他不喜欢，小孩不喜欢吃凉面。那小孩不在，我们两个去吃凉面好了。我觉得你就是好煞风景，对。对，可是，在他的想法，他就觉得，嗯，反正就是我们两个一起吃饭，吃什么都没差。老夫老妻的生活，就是那就是我们的生活。我怎么觉得你越安慰他了？人妻要搞清楚一点，你老公这样的话代表说他现在是很 OK 的。他至少这个部分判断力还没有被再次的关闭，代表说他现在是很平稳的一个状态。他搞不好，我跟你讲，人夫有一天突然情人模式启动的时候，那才是问题来。不是，因为启动他情人模式的不是你。我不要听这个。是外面，他有一天，他有一天会搞浪漫的，一定是有问题。下面那个影片的，因为下面另外一个点就是呢，回馈的时间点不同。嗯，来看一下这个影片到底在演什么。好。老公 ，Happy Birthday tomorrow。是买给你穿的喜欢吗？哎呦，你怎么又乱花钱呐、啊？我买给你的，你不喜欢哦？哎，我如果有需要，我会自己去买。而且你每次买的都不是我的 style。我以前不管买什么，你都说你喜欢，而且你会立刻说谢谢。现在不但不说谢谢，还给人家一直嫌。哎，啊、不然呢？难道要我一直说谎？这个其实，在很多人家里面也发生过。对啊，这其实我们会互送礼物，可是我们刚刚讲说，这个点是在于回馈的时机。那个台词是我的台词，那是你们家写照吗？就是佩珊如果买东西给我的话，通常被我打枪的几率是九成以上。为什么？他很会选。我不喜欢他，我不喜欢他送东西给我。为什么？是买错吗？还是？都有觉得贵，任何可能都有觉得贵是主因，对不对？哎、欸，我送你啊，不是让你钱呗，不是我们一起的钱买的吗？所以你不是属于礼物型的，因为我不是礼物型，你是属于哪一种？你可以用钱砸我型，
所以如果他突然说老公他没有送他，我送你钱，你就 OK 是不是？其实钱也都还好，我觉得就是礼物或者是这种 surprise 要送东西，对我来讲没什么太大意义。那什么会是你 OK 的？你需要的是我要他陪我去做我喜欢做的事。嗯，牧师这是属于什么型啊？其实有的是喜欢说精心时刻吧，精心时刻，对对啊，对，那就是喜欢说一起相处，我觉得这是蛮正常的。嗯，那因为有时候那我的刚好是相反，是我买东西大部分时间被打枪的机会比较大。哦，对，因为就是说你买东西他不一定真的会喜欢，而且常常会发生哎，而且有的是非常用心花了很多的时间去预备的，可是而且婚前婚后很大不同是在于说婚前就算你送错了。那个你的回馈不会这么的 sharp， 就是至少他会收下来，然后谢谢这样子。可是我们婚前就讲好了，哦，送礼物一定要先把发票都留好，要换，七天之内又要打桶边之类的。对啊，我们很实在过日子。真的，嗯，我觉得好老公都是这种实在型哎，就是你说他们是好老公，真的。可是你送他的礼物，他就不会，而且也不油嘴滑舌。对啊，然后我就觉得我老公他很喜欢去海边，那我有一次去逛街就帮他买一条海滩，就是名牌的沙滩裤，可是他就拿到那个东西之后，他就说哦谢谢，就把它收起来。我觉得真你帮他买一条裤子，你本来期待是说他还要很开心，你买给他的裤子，他如果真的喜欢，他会立刻穿起来，然后会问你好不好。那那时候应该有在忙别的事吗？没有，就是他不喜欢我买的东西，但是他又怕我难堪，所以他就说哦这个谢谢，然后就立刻把它收到抽屉里。那你后来有看到他穿过吗？没有。所以我后来也不太送他东西，然后我又给我老公的印象很不好，就是会他就觉得我会乱花钱。所以既然他对我的印象是会乱花钱，我只要买东西给他，他就觉得那是我自己的欲望，我想要买东西的欲望，而且是买你喜欢的，不是。然后顺带怕正确。对，他就觉得我买了太多我自己的东西，怕对他不好意思，就顺便买了一样他的东西。他有一个既定的印象。我觉得老婆买东西给老公买，都不是我们要的一些品味，或者是我们要的一些那个 style。是你觉得老公有时候买给老婆会是他们要的吗？也不会啊，所以省得麻烦了，就干脆明讲其实比较好嘛。所以我这个需要一个什么东西，其实这样会不会比较好呢？对，我想是没有错了。不过我看这两点我的看法有一点可能跟大家少爷有一个地方是不一样。其实最主要是因为结婚以后呢，这个男女生他在那个就是说对婚姻或者说对家庭的观念是有一些不同的。嗯，啊，怎么说来着？就是说像比如何荣你结婚了，对不对？啊。那其实你的那个对于婚姻跟家庭的那一个视野里面哈，其实呢Kerry 他只是其中的一员，我知道部分而已。你明白意思吗？就是说当孩子来了，你听懂是吧？他这个 Kerry 这个角色，他在我们家是议员，他常常质询，对，他也是温柔的质询，只是议员，对，没错，对，他只是其中一个啊，而且甚至有时候他的身影会慢慢的消失。真的小朋友会慢慢跳出来，哦，比重对不对？对，这是男人他在这个心理视野上很自然出现的一个现象，那就是你只是你老公照顾的对象之一，对，而且有些时候这跟父权主义或者是说父系家庭有关，就是说变成男人就会觉得这通通都我的，那你买也是我的嘛，对不对？而且又乱买。啊，对不对啊？就是这样。那可是呢，太太人就不一样了。太太不一样，太太她永远是把你当作是一个唯一吗？对，她特别有一个特别的关系在那一边。嗯，对，所以她会很希望你有一些 special for her。对，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嗯，对，但所以刚刚那个，可他们大家爱买的是何荣啊。啊，是，对，像他比较爱买是我倒是，对，像我如果说这个不管买什么，其实我觉得像内人就我太太，她基本上即便不太喜欢，我觉得她都还蛮高兴的。哦，所以她就会还是她会觉得感受到那一个你对她的一个爱意，对。嗯，真的就怕不表达爱意，像我老公他去美国 啊，人家都会带那个纪念品回来，什么就是会专门买给太太一个什么东西。我老公就去买了一个那个，他去 LA 嘛，就买了一个 LA 的钥匙扣给我。那都是送一些同事朋友的那一种，而且是些钥匙扣，对呀、啊。哎，不喜欢给我 keychain， 发现老师我会喜欢的 keychain 就对了，对不对？钥匙圈、啊。那通常都是一次买十个，然后分送给同事的那种。对啊。那这样我觉得这不对，我觉得这也不可，我也是不知道该送你什么。像是我的话呢，去 LA 一定买 LA， 后面再加一个他的名字的钥匙圈。没有。
至少有比较 special made 的感觉。好了，加0.5分。好，接下来还有一段哦，除了这个回馈时间点，还有有感度，另外就是呢分工态度的不同。是，分工到底有什么不同？来看一下。哎，我来问你囡仔啦，迄冻店的衫你紧摕去洗衫去洗洗的啦。你是叫什么哎啦？哎、欸，我百八呢。好，拜托的，球即马精彩啦，卖差啦。今马拢讲摕去洗，等下咱无时间，咱要出门啦。哦，拜托的，洗衫衣拢是以前你的代志。哦，等下甲洗，我嫌我洗无清气。你甲囡仔母母的啦，等下哦，你去洗啦。前什么代，你拢手咧做啊？今嘛叫你做，你办方拢不爱做啊？你是安怎咧？以前什么代，你拢家己来；今嘛什么代，你拢叫我来？你是安怎咧？大家来评理啊！谢谢收看《细说台湾》。细说台湾，这个感觉很像乡土剧之类的。是。可是这个在很多家里也常发生，因为家事分工啊。怎么分工？因为这非常现实的一个生活面。对。对啊，没错。每次真的是衣服一收下来，就开始要面临是折衣服，然后呢，再就是放。是要整理家裡。我想问一下，觉得自己家里分工的很好的有吗？我们家还不错。你们家还不错、怎么分工？怎么分？现在有个"工"这字，就应该是公的做的。分给公的做。哦，分工的意思，分给公的做，分给老公就对了。分给老公做，对啊。原来你们家这么分的。因为我们家家事大部分都我在做的 ，OK 啊。我觉得還蠻好的。衣服什么全所有全部你包办。基本上你可以想象到的家是除了炒菜做菜之外，大部分都是我在做，就厨房工作之外都你在做。厨房我还要洗碗，所以炒菜做菜是他做，其他大部分是我做，但我觉得 OK 啊，真的是很好的帮佣哎、欸。对啊，所以我对我的评价也还蛮满意的。时代缺人。对啊，你家真的缺一个。大家时薪很贵，对。OK， 那雨妮呢？会不会为了分工的事情吵架？对我来说，我们家的分工真的非常的完美。哦，真的也是。就是从早上送小孩，下午接小孩，然后洗衣服、叠衣服，全是我老公。你们家分工，你们也是分给老公就对了。没有，因为我就说嘛，以前是我嘛，以前我老公就是他一个人去工作，这些全都是我。哦。然后后来渐渐我有工作之后，我老公会先分担一点点。然后呢，他分担一点之后，他开始发现原来以前老婆自己在家带小孩那个日子不是那么的好过，所以他开始体谅我，哎，一边工作我还要回家做家事，然后他就开始分工。那后来因为他做习惯，譬如说叠衣服好了，他叠一两次，他把抽屉叠得很整齐。然后如果他不在家换我叠，那我不像他心那么细，我都觉得衣服只要叠好了放进去就好，所以我可能就歪七扭八。那他以前有做过很整齐，他再打开抽屉看到我叠的歪七扭八的，他就要把它全部都拿出来重新叠一遍。我了解了，我想起来为什么家工作都是后来给我做的，我同样的原因，你也看不过去，对。因为我衬衫一定要烫哪边有线，而且我摆的位置一定要从浅的颜色慢慢排到深的颜色。对，了解。所以看得过去的老公就不会做了，就不会。有可能是老师点头了。老师，你是属于这类型？我也不是，其实我是默默不语，是因为我完全跟他一样。跟谁？跟永康一样、啊。是啊、哦。也是看不过去的那个。对对对，没有，基本上对，完全一样。就是你不念，但是你就自己做了。对，没有我。我会念，我会念。对，我是从厨房以外，基本上都是我的。真的假的？我们家也是，除了厨房都是我老公的。你看，维持幸福家庭的秘诀在哪里？只剩下牧师还没说了，牧师。牧师应该不是说，我也非常认同分工啦。我比较多是在孩子上面，他学校啦、接送啦、各方面的比较多是这个。那因为其他都是分给婆，就是没有没有家事，我比较喜欢煮一点。对，相反颠倒哎，对。所以其他的就是交给分，不要在那个过程当中去计较。那刚刚讲，其实就是在于说那个态度上会造成冲突，是因为计较的关系。其实家务分工是那个夫妻在婚姻最常吵架的，对，很容易产生的一个冲突点。对，那我们觉得就是说，这个当然还是要看恩赐了。对，但是彼此一定要有一个讨论合意的过程。
然后呢觉得就是说，哎，这样子好像也都能够配合彼此在其他面向上的一些需要。我觉得因为情侣没有住在一块了，所以那些太多细节的东西你就不知道，进入婚姻之后你搬来住在一块才发现生活习惯有如此大的不同。所以我给一些单身的男士们一个良心的建议，如果你真的要跟着女生结婚要娶她的话，她的家里面要去拜访看过她房间到底长什么样子，另外还是要去她的办公室看一下，真的差很多。因为我有同事就是漂亮的女主播，漂漂亮亮整整齐齐，但她的桌子是就是你不可能找到你认为可以找到的东西，而且他的桌面呢可以乱到移到侵略到隔壁桌的同事的位置，所以结了婚之后你就知道他家里面的一个状况，分工上可能会就出现问题了。所以你之前真的有去看过佩珊的房间之类？有啊，我看过，而且他办公桌就有隔壁啊。哦，所以你是看他平常的？刚刚讲的是佩珊的桌子吗？佩珊桌也相对是 OK。我说我讲的当然不是啊。哦。我讲的也是你们都认识的，人家不好意思讲。了解。好，所以等一下我们就要回来继续聊，是说那如果我们发现说这个婚前婚后真的差这么多的话，还有没有补救的方式？好，马上回来。其实这一集主要是希望让很多在婚姻当中多年的夫妻去了解到说，婚姻结婚那么多年，但不太可能再像这个以前还是情侣一样那种非常干柴烈火式的那种狂恋哈，但是呢，仍然是可以在婚姻当中去重燃爱火，对，制造浪漫的。那怎么做呢？你们觉得怎么做呢？像细火慢炖哦，我现在我跟佩珊是从婚后到现在已经14年嘛，我们就会培养一些新的嗜好跟兴趣，好比说跑步，跑步是其中之一，另外就是前段时间我们会常常去开发台北市我们没有去过的一些骑车的步道，然后就去骑个两三个小时，然后喝杯咖啡回家，感觉好像是一个小小旅游，我们就是在每隔一段时间会培养一个新的共同嗜好，好比说在早几年前的话，我们两个很喜欢去看房子，一天到晚看房子也成为我们一个共同的嗜好，可以聊天的话题，是，我觉得这可以互相在每隔一段时间以后开发新乐趣，有的时候是吃东西，是，有的时候是去玩，那牧师呢？我觉得那个关键是因为很多时候不是说你去营造那个浪漫，是因为在生活中有很多一些冲突啊，就是久而久之累积了，然后那没有解决，所以它让那个浪漫不见了。就说我可能对你其实很不满，有时候我做这个家事其实是我不甘愿的，我心里会一边做一边嘀咕说这根本应该你做的事情，为什么要我做，那或是诸如此类的东西，那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期待嘛，那只是你要不要把它讲出来，真的好好，我觉得那个沟通蛮重要，就像说永康说他觉得说衣服应该要怎么折，或者是他应该怎么样子做啊，刚才也有讲对不对，那就是说他有一个期待，为什么这个事情我想要这样做，可是我们很多时候不讲，就说心里我想说这个事情不应该这样子，因为那是因为我心里面有一个期待，这是你的期待，这是我的期待，我们期待不一样对不对，那我觉得是这是要有一个沟通，那大家就是有一个看法，大家有一个同意之后呢，才不会心里面一直低估嘛，就是说我还是做了，可是我其实是不舒服的不高兴的，那我只是举这个当作例子，就是说不是只是做家事，我认为家事还是次要，还有很多就是生活的习惯啦，你为什么讲那句话啦，你为什么做这个决定啦，你为什么钱花在这个地方啦，这东西是多得不得了的，那我就认为就说那就是期待上面一个落差，但是因为没有沟通，诸如此类各式各样的那些的冲突啦，或者是埋怨啊，或者是怨恨啊，放在你里面，以至于那种爱情的感觉它就消失了，那我认为说如果你不要就说什么事情都是忽略，而且是真正的愿意去面对去讨论，而且去把那些结都把它解开的时候，我认为说它是有可能就是我们还是有不一样的看法，但是这个事情是经过我们讨论的，那也同意，我们同意我们的不同，那我们才可以继续下去，以至于没有一些累积的那些的积怨或者是愤怒，那我觉得爱情的感觉亲密的感觉才有可能生存，婚姻真的要常常保鲜哦，对，就是不太容易做到，可是其实用点方法是可以的。对，我觉得有三点哈，我自己的心得了哈。第一个，我就是说还是要有创新，要求变，那即使婚前在交往的时候所做的一切那种浪漫甜蜜的罗曼蒂克的一切，我觉得都可以继续维持，
刚刚有提到一起去喝咖啡，一起去偷个闲啊，那做一点以前年轻会疯狂做的事情啊，看个电影，我觉得都可以在婚后继续做。我们千万不要那种观念，觉得好像婚后很多事好像就已经走入历史。其实可以继续，而且还可以继续有很多新的，因为你现在可能，譬如说经济能力更好了，对不对？然后呢，人生历练更多了，资源更丰富，你可以做的事更多，对不对？譬如说你们婚前可能只是骑脚踏车，婚后两个人去飙车吧，啊，然后呢去玩热气球吧，啊，去玩那个滑翔翼吧，啊，这个我想这个只要你有一些创新的东西的话，我跟你讲，哎，马上就带出一种新的感觉。嗯啊，所以我觉得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要有目标了。我觉得呢，这个我们在谈情说爱的时候哈，为什么那个感情热度都可以继续的啊，维持一个程度，就是因为感觉两个人是有一个共同目标，目标就叫结婚。对，那你现在已经结了婚了，孩子也生了啊，对不对？然后好像这个我们说五子登科吧，很多东西慢慢都已经慢慢好像成型了，是啊，然后眼前就是一个老太婆是吧？啊，然后一个老先，怎么办？要有目标，新的目标啊。像我自己就感觉，每次到了这个我们有比较长的一个宣教的这种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就感觉那个夫妻的关系就特别的紧密，嗯啊，因为好像接着就是要一起去征战，一起去完成一个我们可能第一次要一起共同来经历的事情，而且这对夫妻两人来说又是一个新的第一次。对啊，最后一个我觉得也是回到我起初刚刚跟各位报告，其实圣经里面讲说亚当跟夏娃他们两个呢就同居，对不对？这个居住在一起是 to know his wife， 就是认识他的配偶。我觉得那个很重要的深意就是说很深的意涵就是说，我们要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新的东西，然后产生吸引力，让我们的配偶来继续认识我们，然后呢，让人家有一种惊艳的感觉。可是必须说，就是男生啦，就我的经验来说，像我们也是恋爱五年啊，就是男生在恋爱期所付出的，你知道，例如说，哦，我现在人在台中，是吗？一个小时后他出现在你面前。好，哎，你怎么开车的？不过就150这样子，OK。然后为什么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婚后？你在台中啊？好，自己坐高铁。这我可以讲一下，因为我们现在经历了婚姻之后，知道生命很可贵，我们不应该再像年轻那么冲动开快车。可是你们不想说，如果你们把婚前的那样的一股冲劲，真的就是对不对？对。可是我觉得旧皮带装新酒的来。可是我觉得婚后又有那种经济上考量，像婚前他是要追你，所以他就花一些钱啊开车回来。可是婚后他觉得，如果他把那个钱省下来放在家里用，小孩的学费啊什么的，他被你老公洗脑成功。不是，每个太太都要这么明理就好。因为我自己也是觉得天下就太平了。真的，因为我自己后来觉得，你如果想要浪漫，我们真的结婚那么多年，我们的浪漫要进步了，你不能一直停留在说他追我的时候几千块一束玫瑰花他都买给我，可是我们现在结婚了，他那个他都不送我。你看看，可是我觉得我这就厉害了，我婚前都只送一支一支，到婚后我也送一支。对，可是后来想说他那几千块如果他只是花他自己的那当然不对，可是我老公他是省下那几千块也是放在家用里面。我们婚后其实我觉得我能体会我老公的浪漫是，譬如说我他在家里，他就说你要怎么回来，我说坐捷运，他说哎，可是现在外面有点下雨了，不然你坐捷运站，到了捷运站之后你打给我，我在捷运站等你，这样你就淋不到雨，我载你回家。其实这就是一个重新制造浪漫嘛，对，对不对？已经比婚前差很多了。婚前是直接到那边，对啊，直接到那边，一点都不远。对，为什么你刚刚问那问题？因为是投资报酬率递减。对，对，所以我这个地方也要提醒哦，就是说做太太也有一点责任。对啊，就是说婚前他都会来接你，为什么他不来接了？不是不是，婚前他来接你，你给他的回馈是那么的强烈。对不对？对，那么的肯定。现在他来接你，怎么那么晚了？啊，怎么那么晚？晚十秒钟。对啊，所以要给先生肯定，给太太肯定，那个投资报酬率才能维持继续。对啦，要肯定。太太也必须让自己的价值是不断增值。对，又或者是肯定对方的用心 ，even 他做的不到位，也要肯定对方。真的，还是最后了。我想他的好处。没错，牧师最后来建议一下我们夫妻们。就我还是一样，我觉得沟通是非常重要，我也非常同意洪老师讲的，就是说你真的要把对方呢当作是你的情人来经营哈。那也回到我之前举那个例子，就是说我觉得婚后比较困难是因为事情也多，那孩子也多，然后又有很多事情要同一个时间要照顾，不大容易。那我认为，但是要
你真的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婚后的一个关系，而且还可以继续放闪的话，是需要你多加，就是说刻意的，就是说你刻意的，那英文说 intentional 去处理这件事情，特别用心在里面。那可能一次不成，还要再继续下去。那有时候也不是说花多少钱，而是在于就是说，哎，你是不是很有细心、很体贴？我觉得，另外一半常常很在意说你对这事情是不是很体贴，有用心在这个里面。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它是很值得投资的。今天真的是收获蛮多的，因为我觉得重点其实在于说，要怎么样在婚后一样子把。